书代表我的心，书代表我的心，书代表我的心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莲花慧君，这里是振播天空新闻台联合国博文集网络读书会，今天是播客慧君播客的第一集，要来用广播的方式介绍联合国博文集当代法王答客问第216册，用广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哦。第一个故事，分身救度的事实。有一名沈弟子犯了一件案子，被关在牢房之中。这位沈弟子更糟糕的是，他得了肺炎，发高烧。那么我在念这篇文章，因为是播客的关系，我会用比较白话文的继续跟大家分享哦。那他吃药就退了一些，但是药性一过，高烧又来了。沈弟子他在梦里面看到莲生活佛卢师尊飘然而至，他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，身上放着白色的光明。沈弟子就问莲生活佛：卢师尊，这里是监狱，师尊你如何进来的？莲生活佛笑了说：分身广十方，任何地方都可以来呀。沈弟子就跟着莲生活佛向他讲：师尊，监狱里面我犯了肺炎，我身心好疲惫哦，祈求师尊你救度，师尊救救命啊。莲生活佛说：我正为这件事情而来。于是莲生活佛从他自己的白色的天衣里面掏啊掏啊掏，哇，掏出了一个药包给沈弟子吃了下去。沈弟子吃了药包之后，第二天他醒来，高烧早已经退了。经过监狱医师的检查，那么他的肺炎症状完全不见了，竟然痊愈了。下一段，那么莲生活佛写道：莫拉克风灾。那这个呢，风灾就是台湾在过去几年以来每年的夏天都有台风，其中一个风灾叫做莫拉克。那么台风的风灾造成了台湾苗栗三义真明堂那个堂主呢丁以明师兄，就是看见了卢师尊安了一座十轮金刚诀在信义乡的同富村。那么呢，当这个风灾来的时候是有土石流的，但是呢这个土石流来侵袭的时候，同富村全村都被淹没了。村中有张敬福师兄、林嘉欣师姐，但是呢唯独真佛宗的弟子幸免于难，就脱离了这个风灾的土石流灾难。然后呢，甲仙西安村的村民陈正龙，他本身也是真佛宗弟子，他这个人别人都受了灾难，只有他却安然无事。因为心底的色彩，对一个人不具什么意义。我的心，而在莫拉克风灾发生的时候，莲生活佛正在美国西雅图，他在彩虹雷藏寺做了超度护摩火供法会。莲生活佛用了50位的
替身，代替的替，身体的身，去救度死难的同胞。由于50位分身去救度，却遭逢阴间鬼族的阻挠。为了救度死难的同胞，竟然50位分身牺牲了，但是死难同胞被救到了西方净土。这次的超度是成功的，只是莲生活佛损失惨重。那么人家问莲生活佛，卢师尊，您为什么要救这些众生呢？莲生活佛回答，佛教讲大慈大悲，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。人利己利，人机己机，做一名菩萨应该以别人他人为重，自己为轻，知道众生有灾难，哪有不去救度的道理。那么有人就问莲生活佛，那卢师尊为了超度牺牲了50个分身，值得吗？莲生活佛回答，这就是舍己为人的精神，50个分身再修就可以了。那弟子又问，那卢师尊如何修分身呢？莲生活佛回答，分身原来是自己在中脉的本尊，由气脉的气跟明点，气与明点结合而成，再加上自己的佛性光明，由冲出顶窍的冲顶而出，在虚空中结合了星星的光，就成了星光身的分身。那么星光身就是天上的星星的星，光明的光，身体的身，就成了星光身的分身。这些修炼说来容易，其实也是很困难的。这些全是气脉明点的修炼，一言难尽的。能够修出星光身的分身，一定是高级的修行人。有人问莲生活佛，正佛中的弟子很容易感应到卢师尊进到梦里面，而且一个晚上一夜之中分身百千万，每个人都得到感应神通，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莲生活佛回答，这全部是星光身的作用，也就是分身的作用。高级的修行人应该以分身救度众生，一个主尊是不够用的。好，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哦。哎，所以呢，分身救度的事实，书代表我的心。所以从这篇故事里面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，你修到什么程度，你就帮助了多少的众生。小程度有小的帮忙，大的程度像莲生活佛的证悟，有大的分身更救更多的人。就像小的船载着小小的人，中的船就载着中度的这个比较多数目的人，而大的航空母舰，大的船就载着又更多了。那么呢，莲生活佛他修正的正量能够分身无数，也就是说修得越高，那么度众生的责任越大，并不是为了什么功德，为了什么利益，为了什么名称受到人的这个称赞赞叹，而是完全发心不求报答的。下一篇故事跟大家介绍的是白度母。
与卢师尊的因缘。大约在3年前，宗委会由真佛密院搬到橘色的房子上班，而莲生活佛在宗委会有一个办公桌，另外有一间画室，他每天仍然加持着信件及画一张画。莲生活佛的办公桌的背面及右侧悬挂着唐卡，这个唐卡呢，就是西藏彩绘用彩色的绣的珠尊曼陀罗。有一天有一位法师取来一张的唐卡，那送给莲生活佛来悬挂。那这个法师讲，卢师尊，这个是许宏村弟子送给师尊的，是白度母的肖像哦。我们来听白度母的心咒。白度母身体是白色的，曲线玲珑。原来法师慢慢地把唐卡打开，莲生活佛眼前一亮，惊为天人。杜母身体是白色的，曲线非常的玲珑，一个头，两个手背，右手是鱼眼印，那么呢是在放在这个右边的膝盖上，左手拿着这个花的印，那么持乌巴拉花3朵，就是持花印。那这3朵花呢，一朵含苞待放，一朵半开，一朵呢是打开的开敷的，3朵表征3宝。这个花呢是粉红色。白度母她的手掌心脚掌心都各有一个眼睛，加上脸部有3个眼睛，加起来一共7个眼睛。白度母她的相貌就像16岁的少女，五官清秀美艳，好像笑又好像不是在笑。那么她结起头发，又垂发一缕，有各种璎珞庄严她的身体，那身上穿着丝绸的裙子一样，结着金刚加布座，背靠月轮，许宏村送的唐卡，莲生活佛赞叹不已，就悬挂在莲生活佛座位的右侧。莲生活佛他用眼睛凝视着这个唐卡很久，他知道度母有绿度母、白度母、红度母、黄度母，另外还有很多的度母，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。但是白度母悬挂在右侧，靠近莲生活佛的座位，转头即见，这个就是缘分的开始了。再来的因缘就很神奇了。在一个夜晚，莲生活佛正在睡梦中，突然香袭阵阵，他睡的床化为一朵开放的白莲花。莲生活佛睡在莲花的正中央，花蕊之上，虚空闪耀着锐气，白光晃耀。莲生活佛看见亮丽的白度母从虚空而降，她的衣裙飘飘，姿态优美。白度母的美比唐卡所见的更是百千万倍，无法形容。莲生活佛以为是实体，真实的实体。那
那么呢，触之接触又很柔软，又以为不是实体，但是又有接触的触感，似梦非梦，似幻似真。白堕魔的下降就介于这两者之间，好像真的又好像梦幻，如果说是梦，又好像余味无穷。首先，白堕魔嘴巴口中含着一个红色的丹药红丹，渡入到莲生活佛的口中，那么在一刹那之间就成了金刚力士。这个时候，原来开敷的开着的莲花渐渐成了半开的莲花，接着又成了含苞待放的莲花。白堕魔说，鬼神不见。白堕魔又告诉莲生活佛，密教的双身法原来是脉与脉合，能通三脉七轮，气与气结合，应方便气成智慧气，点与点融化，成就光明法身。白堕魔接着讲，卢师尊，你早已经修证无漏法，着火已经燃起来成就，明点也能够持降，而且已经明白佛教的第一义谛，所以我今天特别来演化这个法，这个就是水到渠成，自然而然了。这当中有很多的秘密，真的是秘密秘密。莲生活佛他没有招勾白堕魔，是白堕魔不请自来，这种虚空中的智慧事业手印是非常难得的，毫无牵缠，而且成就非凡。下一篇我们再直接跟大家介绍为何白堕魔要谈戒律。莲生活佛写道，我自己个人觉得真佛密法是活的，每一个修行的人走修行的路都是活的，佛法是活用的，日常生活全部都是活的佛法。所以莲生活佛说，食衣住行睡淫怒吃体相用，这个呢怎么算是佛法呢？莲生活佛写道，食吃的是供养法，衣穿的是结界法，住的是曼陀罗法，行是精行法，睡觉的睡是眠光法，那么邪淫的淫是双身法，愤怒的怒是金刚法，愚痴的痴是财神法，那么体相用呢？体是禅法，相是本尊法，用是成就法。莲生活佛写道，我喜欢活的佛法，而不是死板很枯燥乏味的。我实修佛法，运心而出，不拘小节，将佛法融入在自心自己的心中，而广传佛法，令人欢喜。但是我如此的修行及教导圣弟子修行，也有小小的缺失。白堕魔如此认为，由于太过于不拘小节，变成了真佛宗的形象有了缺失。另外戒律过于宽松，也造成了弘法人员忘却如法跟不如法的问题，以至于堕落三恶道。白堕魔如此的说道。
很多弘法人员自己没有实修，就为人灌顶，这是不如法的。很多弘法人员自己还没有开悟，却讲开悟的经典，这是不如法的。很多弘法人员自己还在自私自利的私心运作中，却教导人要去除贪嗔痴，这事也是不如法的。这是矛盾的，自打嘴巴。弘法人员财色贪婪都是非常的重，自己不守戒律，能教人守戒律吗？贪财贪色的弘法人员，真佛宗的同门一眼就可以看穿了。弘法人员只顾自己建立自己的山头，根本没有真佛团队的精神。等到山头完整，他就自己当了山寨的山主，根本上师置于脑后，不理会传承的重要了。弘法人员对于戒律的如法及不如法都不懂，如何引导真佛同门走在修行精进的轨道之中？弘法人员有太多的不如法，例如恐吓取财假神通，恐吓变财骗色是假神通，为德言德欺骗众生，为物言物欺骗众生，争取大名名位的名，贪婪世间，建立山头，贪婪世间，这里面充满了伪装、虚伪、诈骗、欺瞒。弘法人员竟然连根本成上师都敢欺骗，连这种下三恶道的事都已经做出来了，这种弘法人员还有戒律可言吗？就因为如此，白度母要向真佛宗同门讲戒律，讲什么是如法，什么是不如法。白度母说，这种戒律要常常讲，不讲很容易忘却了。如果不讲戒律，真佛宗是一盘散沙，根本没有未来。白度母说，要不贪染世俗，要心重视内在，要身口意清净的修行，要当一名具德的上师，要持之以恒的自修，要真诚的诚实根本上师，要有净性，要一直守着三昧牙及誓愿的戒律世界，不要违背戒律违越，就算善巧方便也不违越违背戒律。所以这两篇呢，介绍到莲生活佛为什么跟白度母结缘，然后呢，白度母还是要叫大家要遵守戒律，不管你是这个有没有宗教信仰的，是不是弘法人员，那么呢，遵守戒律才能够得到诸天佛菩萨护法的护佑了，你说对吗？那么呢，今天就是介绍了这几篇的文章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么这个就是当代法王答客问，大家可以到真佛般若藏，真佛般若藏去下载这本书哦。谢谢大家。